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玩一款小小的恐怖游戏啊，叫做 Cleaver， 翻译的意思是剁肉刀。那么这里看到没有，有很多个人类啊。这游戏就是有点反人类啊，我们人类被当成加工的材料啊。开始我们这游戏啊，来哦，警报开始了，这是要赶我们去加工厂里面加工啊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这些就像现实当中被饲养的猪，然后现在这些猪反过来要把我们加工成食物，而且我们只能乖乖的被这些动物加工成食物。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猪头的人类啊，刚好跟我们现实当中是反过来的啊，所以说这个游戏多少有点反人类啊。你就把这个巨人比喻成人类啊，这些小孩比喻成猪，现在这个大人驱赶我们这些像人类一样的猪去加工厂机械里面加工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逃出这个加工厂。这只鸡看着我们，它是要送我们进去对吧？我要是不进去的话，他大概会把我抓回去啊！啊，直接加工了，直接加工了就没有后续了。我的天！哎，为什么这些绿人这么乖？哎，他们的脑子里就是没有想法，就是说我就是一块食物，必须得被他加工。哎，这里有个机械，哎，我把它放在这边可以吗？哎呀，好像不行。哎，我被撞下来。等一下，那个人要抓我，没有，那只鸡要抓我，可恶！就相当于人类看到一只要加工的猪绕跑了，然后把它抓回来，一定要把它加工成食物。我把这机械放这里，加工会怎样呢？那机械就代替我进去吧。哦，哎，这个装置，哎，它停了，发生故障了，快点跑，不要被它抓到，它应该会过来抓我。哎，你看，所以说第一个步骤，你看没有穿衣服，第一个步骤你可以理解成冲洗，先洗干净。然后第二个步骤，你看有刀，把它切割成一片一片。这里都看到血迹了，看到没有？上面，哎，这个人，不要！没看到我！这个鸡也太弱智了吧！哎，你隔着这个东西又抓不到我。哎，我干嘛要那么傻，自己跑上去给他抓？我到底在想什么？快点跑！可恶！不要被那只鸡抓到，在它来之前，我们快点从这个隧道出去，跳跳跳！哎，好的，让我上来。哦啊，你看这里有个隧道，那只鸡那个体型啊，就进不来啊。我们自己就可以从这个隧道逃跑。上来，哎，我上来了。那么它刚刚已经清洗了，然后切割了。下个步骤应该会被剁成肉酱，我再猜啊。你看，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机械。你看这上面啊，红红的应该都是人肉。你看看到没有？这只本来在现实当中会被我们加工成肉块的猪，现在变成了我们。来，我们上去，从这里上去。刚刚那个被切割之后的肉块应该跟着这个管道流到这边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全部的那些肉块被堆到这边，再被搅成肉泥，搅成肉泥。哦，你看，再从这个机械里面出来，变成火腿肠，胖胖的火腿肠。哎，我这里可以下去。哦，不行，太高了，不能从这里下去。哎，这个东西，啊，这个是个开关装置吧。我把它停了，让你在那加工，快点跑！哎，不对，哎呀，我得救他们。其实他们已经挂了，没办法救了。我自己得保住我自己的命啊，不能正面的。好的，哎，我进来了。那些人我大概是救不了了，他们已经成为了火腿肠了，大块的火腿肠，准备出售到市场上面了。然后呢，这些吃我们的反而是这些动物啊，我们人类被变成了加工的材料。哎，你看，最后一步就是包装，然后掉到箱子里面，再来个外包装。所以说这边是个冷冻室啊。哎，前面有个气体，哦，在
这个看到没有，这上面还有人类的标志，我把它堵住吧。哎，我可以出来了。这样除了加工成这种胖胖的火腿肠，还加工成这种一条一条的。这个是黑猪，不能让他看到，被他看到我就糟糕了。快点走人啊，快点快点走啊走啊走啊，这里又有冷气啊，必须得把它挡住吧。好的，快走。哇，这里不要管，不要管他们，快点跑快点跑。哎他，哎我按了个快关，他应该发现我了。快点走，那只猪要过来抓我了，不能被他抓到了。快跑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里有个快关。哎呀不是吧，那只黑猪，可恶啊，那只黑猪怎么跑这么快啊。呀还是不行，我们这个体型太小了，跑几步没有他，没有他跑得快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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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怎么变慢了。哎我的小碎步怎么刚刚是哇啊，我去推那个箱子，哎我去推那个箱子速度就变慢了吗。快点走快点走，我不推总行了吧，刚刚推完那个箱子我两步变成一步了。不行，我刚刚怎么跳上来的，你看又变慢了，我推了那个箱子怎么变慢了，我好像不推那个箱子跑得快一点，我得跳起来刚好跳上去，还是算了吧直接推吧。啊真的变慢了，我推了那个箱子，哎重新开始按那个加速键就会变快。哦箱子还好没砸到我，快点跑啊。啊我逃出来了，再被他抓到的话就会放到最开始的那个装置，先清洗一番，然后剁成肉块，再搅拌成肉泥，然后再做成火腿肠，包装外包装送到市场上去。哎这里有一个梯子，哦这里有个控制台啊，哎我是可以阻止这一切的，按下这个按钮应该是可以的，我要按下这个按钮。哎不行，把这个车推上去，我要阻止这一切，不能让你们这些猪一直把我们当肉，把我们当肉拿去加工。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挺反人类的吧，那些动物变成了人类，而我们人类被当作加工的材料做成食物出售到市场上去，然后吃我们的也是那些动物，挺特别的一个小小的恐怖游戏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一波关注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